请坐。你给老家发报，就说我指挥不动陆豪，出了问题，我负不了这责。我觉得陆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他没事儿，说明老铁没有叛变。这还是在赌啊！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不睡觉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快睡觉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快睡觉吧。没事就好。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一片药而已，给我。
什么药？什么药？毒药。给我。你答应我，为了武家，永远都不要碰这个。给我。长嫂逼母，你必须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巡佐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南京的会还没开完，我就去了武汉党调处，他们提供的材料都在这儿，您过目。巡佐，我还对武伯英的太太家进行了调查，他的太太叫沈兰，武伯英在西北公学当国文老师的时候，沈兰是他学生，武伯英后来调到了武汉省党部，沈兰还没毕业就退学和他结了婚。书房、戏房，恋情的地方。巡佐说的是，我听他的同事说，武伯英一直想调回西安侍奉他奶奶，可是沈兰的母亲不愿意让女儿离开武汉，武伯英又不想难为她，所以就提出了离婚。沈兰一直想挽回这段婚姻，可是武伯英的态度好像挺坚决的。巡佐，我还听说武伯英在南京方面是有关系的，他之所以调回西安，是因为上面有不少人给他说了话。哦，武太太没有一块回来？没有，武伯英回西安之前，他们一直在闹离婚。有武太太的照片吗？有。见巡座去了，啊，在走廊碰见了，然后叫我进去问了几句。问什么了？南京的会议精神。就会议精神，啊？哦。哎，南京的会议两天前就应该结束了，这才回来，去哪儿逛了？处长就是处长，承蒙您的抬爱，提拔我当科长，要不然我没机会到南京玩玩。这不到处转了转，我还给您带了。真会说话，李科长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啊。越是灶台上炕的事，处长，我李志是那样的人吗？再说了，那齐北那老小子走了之后，我不还得仰仗你吗？我随便问问你，瞎紧张什么劲？你去跟巡座汇报挺好的，省得我再去磨嘴皮子。朵儿，把酒给大家都倒上。明儿啊，这个位子给婴儿留着，你坐那儿去。对，这杯也倒上。我到了那头啊，我就有话对我们武家的先人说了。婴儿不该呀，让他媳妇儿一个人回来了。我咬牙挺着，就是等你们给武家添丁，武家得旺起来。要不别说我今天没脸过这个寿辰，就是闭了眼呐，也没脸躺进武家的坟地。去见武家的先人，现在好了，我终于等到了。对，等到了。来，这个，婆，祝婆长命百岁。哎，好，婆，明儿啊。我比你爹比你爷强，我能看得见你爹和你爷呀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来，
了。大少爷，来客人了。巡座，我说通报一声，这位先生说不用。晚辈给老太太贺寿来了。还是杨婶的，这位是？齐巡座，是中央党部来的巡视员。啊，那是钦差大臣了。啊，哎呦，快请坐。请坐，请坐。那个，那坐那。哦，好好，您这边吧。啊，坐。端儿，把那个椅子撤了。哎。这是还有客人呢。这是给我婴儿留的。哎呀，武太太看上去脸色不大好，不介意的话，明天我找个大夫来府上给武太太会会诊也好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兰儿，客人来了，武家的婆姨不行抛头露面的，你回屋去。哎，婆，您慢走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这一来讨饶，武太太也没有吃好饭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哪里哪里，来，巡座。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于先生是当今的草圣啊？对对对，这是于先生早年间送给我父亲的。哦，钦差大人是从南京来的。说南京还处着皇帝呢，老太太，现在哪有什么皇帝呀，只有委员长。我这次来西安，于院长特意嘱咐，让我替他来看看老太太。你回去告诉他，说这黄土都埋到我的脖子上了，问问他，我托他的事儿，他什么时候给我办好？老太太说的是，让他给我把明儿找回来。明儿，就是我家二少爷，丢了好几年了。我弟弟的事，你告诉他。哎，老太太，硬得很。不是您这要是您出去晒晒太阳，鬼见不得太阳。老太太。这会儿没太阳了，先扶老太太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年岁大了，你见过明儿吗？你知道明儿在哪儿？你去给我和老太太说说话，长见识。令弟的事儿，老太太还不知道，哪敢告诉他呀？反正也失踪了十来年了，就让他失踪着吧，也好让老太太有个念想。嗯，你结婚也有些年了吧？七年，整七年。为什么一直没要孩子？本来也想要来着，可是阴差阳错，再加上时局动荡，所以就……你跟太太看上去好像在感情上有些问题吧？巡座真是火眼金睛啊！没错，来西安之前还闹过一次离婚。可他还是来找你了，可见还是有感情的嘛。巡座真是关心下属啊，不是有感情，是有了孩子，怀孕了。哦。
走了。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真没事吗？没事。你看这个人，我只见过他两次，我怎么觉得他的眼睛很阴？我刚才如果不是婆让我出来，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付。没事，你别多想了。哎，那他怎么突然来咱家呢？体恤下属呗。不会还是在怀疑你吧？会不会上次嫂子，真的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反正我下辈子也不愿再见到这个人。没事就好。看似不着边际的闲话让齐北觉得后怕，他本想到武家进一步核实武仲明的身份以解心中疑窦，不想从进门那一瞬间，自己倒好像被吴老太太一眼看穿，一眼看透了似的，还把已经露出慌乱神色的沈兰给支走了。心虚的齐北突然害怕起神道的吴老太太在胡言乱语出更多的玄机，不觉间竟然也有些乱了方寸。老子不是孬种，有种拿刀活拼了老子，老子绝不眨一下眼。兄弟们，把子弹剩下来打小鬼子吧，有种用刀捅了我。报告王队长，我奉命枪决逃兵。我知道。王队长，我们不是逃兵。我们不是逃兵，我们不怕死，我们只是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。那张建发，兄弟，你真的不怕死？队长，我真的不怕死。好兄弟。兄弟们，杨主任说了，你们不是叛徒，只是受了共产党奸细的蛊惑。现在共产党的奸细已经被我枪决，都还跪着干什么？站起来！云总，这个杨虎城简直是胆大包天。怎么了？杨虎城部在与赤匪交手的时候，一个连居然出了30多个逃兵，按照军法应该全部枪毙，可他们居然只是杀了一个做做样子，其他全放。有这事儿？千真万确。马上给南京发电。王队长，调查处向南京告了咱们的黑状，让他们告去呗。一群草包，能编出什么罪名来？王队长，这次给定的罪名可不轻。是吗？啊，您看，这精神向北，啥意思？就是说咱们的西北军
做的是国民党的官，吃的是国民党的饭，说的却是共产党的话，做的是共产党的事儿。胡汉良，这个狗尸体，看来我非收拾他不可。处长，那车里坐的可是杨虎城的秘书长南汉臣啊。杨虎城的秘书长怎么了？他还是个共党。我看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吧，再紧就被发现了。一个共党的西安招摇过市，我们党调处调查他不是名正言顺的吗？不用怕，跟着。跟着他们这段时间心里正有气儿没地儿撒呢，他们可是地头蛇呀，咱犯不着跟他们较劲吧。拿我当出气筒有那么简单吗？处长，他们要超车了，停车，让他们超。非得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不行，让他们知道知道谁才是西安城的老大。跑得还挺快，下来，不怕死了。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啊？谁跑了？我回省党部。太过分了！哎，不走，不走。不去怎么行了？我走。别！都冷静点，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都是真家伙，有话好好说。有话好好说。对，跟人说话行，他听得懂啊？跟狗说话他能听得懂吗？他居然敢跟踪绥靖委员会秘书长的车，他妈不是找死的吗？你，王培文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叫公务，跟踪南岸臣怎么了？只要公务需要，老子杨虎城一样跟踪。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南岸臣杨虎城也是你他妈一口一口叫的。那好，老子就赏你颗子弹。哎，别！滚蛋！我是王八蛋！王八蛋！别动！放下这个王八蛋！放下！住手！把枪都放下，都把枪放下。兄弟，他开的枪。王队长，省党部不是大动兵戈的地方，去把齐北找过来。这位就是齐巡座。哟，您就是齐巡座啊？啊，那我就有两句话要说了。说。你的手下们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，啊？这里是省党部不假，
但这里更是西安。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何万良，今天算你小子命大，要不是武大少爷在这儿，你他妈早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去。老陈，受惊了。兄弟们，都给我记住这张脸，以后给我见一次打一次。秦林德，告辞。走。军座，这西北军都到调查都头上拉屎了，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我们即便是强龙，也未必压得过地头蛇。你倒好，把他们都引到省党部来了。伯英啊，今天的事儿啊，你做得好。来，到办公室来一下。多亏你没开枪，开枪死的是他。村长，回去。到底是孪生兄弟，你们哥俩长得太像了，要想分辨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，的确不容易。确实很难。巡座见过我弟弟？见过，照片而已。可惜他英年早逝啊。英年早逝，巡座的这种说法卑职属难苟同。你弟弟这件事儿啊，我只能说遗憾。他是个人才，可惜明珠暗投啊。以我的本意，真希望他能投诚过来到我们党调处，那他一定是个不得了的人。你叫武伯英，他叫武仲明。英明，这名字好。可你知道，你弟弟在共党内部还有个化名叫秦武吗？秦武，秦地姓武的，齐北，齐鲁之北。巡座的名字也很直白。死了的人已经安息，活着的人就该好好活着。我知道，我们武家就算是倾其所有，也一定要找出那个杀我弟弟的人。那个人叫庖丁。不不不不不，吴总干事，杀你弟弟的人不是庖丁，也不是党。更不是国民党，这笔账应该算到共产党头上。我不太明白。是共产党把你弟弟领入了歧途，才招致杀身之祸。现在是乱世，乱世就意味着遗憾、无奈、牺牲，各为其主。总有一些英雄因为站错了队伍，无谓的牺牲。要不是共产党，你弟弟很可能是我们党国的精英。你要明辨是非，精诚的为党国效力，这才是对弟弟最好的怀念。我跟仲明从来就不是一条路，巡座应该清楚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对你才更加钦佩。只是不知你是想做表面的国民党员，还是想做真正的国民党员？如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，那就算了。新运会很适合我。你这是在逃避啊！如果你想做个真正的国民党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提供个机会，更好的报效党国。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卑职无能，恐怕难以胜任。我还没有说这机会是什么，你就拒绝了？巡座给的机会，一定是个要职。
我一介书生，打打杀杀的事儿做不来。汉朝班固投笔从戎，谁说一介书生就不能舞刀弄枪啊？本人就是一介书生，我看中的是你的大脑，打打杀杀的事儿有人去做。大丈夫有仇不报，难立于天地之间，共产党就是我们共同的仇人。正像荀作所说，我兄弟仲明的仇不报，我很难向列祖列宗交代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荀作的器重，晚辈感激不尽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晚辈先告辞了。面对齐北这只老狐狸的利妖，吴仲明知道这是他在试探自己。此刻自己同齐北比的是耐力，稍一急躁就有可能欲速不达。你说这王八蛋他真敢开枪。王梅文他就是条疯狗，他这回要动真格的。处长，咱们以后可得小心点。别说了，什么事的啊？不要命的，他成爷了。荀总，荀总，我还有事儿，荀总你们先聊。哎，荀总来。想过没有啊？今天武伯英要是不出手，会是什么结果？我死在党部大院门口，那个王八蛋给我偿命。不，唯一的结果就是委员长震怒，然后把我们几个撤职查办。这怎么会呢？历朝历代，只有昏庸的统治者才会因为这点小事儿和诸侯过不去。委员长不会，何况杨虎城拥兵数十万，委员长心里有个天平，而你我就是天平一头的两个砝码。看来这个武伯英和西北军的交情非同一般呢。啊，荀作，我已经调查过了，武伯英家的上一辈和杨虎城是世交，不这么简单吧？这吴总干事不是等闲之辈。那荀作是怀疑他？怀疑也好，不怀疑也罢，共产党善于利用乡间做文章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乡间？嗯，你坐，你坐。乡间呐，就是利用老乡来做间谍，当然了，也包括老同学、老朋友、老亲戚。武伯英和武仲明是孪生兄弟，在共产党眼里，这是最好的乡间。何况，武伯英因为他弟弟之死，对我们充满了仇恨。共产党不会放着这种关系不利用的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他为共党所用。我们应该牢牢地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。荀总，我觉得您多虑了，他现在就掌握在咱们手心里。我想给他换个位置。武伯英在新运分会干得好好的，您想换他去哪儿？特务科科长。那他中彩了呀？他拒绝了。荀总，您别往心里去，他不识抬举。你以为他应该对我感恩戴德？那不是，当然呀。不，他今天要是答应了我，
我还真不一定要的。我走以后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婆。听到了吗？你也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。以前走呢，都是两个人。现在也一样，也是两个人。嫂子，你记住了，武家永远都是你的家。不管你走到哪儿，这儿都是你的家，明白吗？回去以后，我会派份电报，就说我死了。你也快成个家，多生几个孩子，你哥在那边也就安生了。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他们更要怀疑我了。所以你得好好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我当然会好好的活着。我还有他呢，等他长大了，我还要带他回来认祖归宗呢。谢谢。仲明，别忘了把你哥的坟迁回来，别让他一个人在外边。我不会忘的。还有这个，让他陪着你哥。这么巧，你去买菜啊？嗯，我陪你吧。真的呀？不耽误你办正事儿吧？陪你聊天就是正事儿。走吧。对了，你今天不用买鸭脖吗？大少奶奶走了，就不用买那个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回武汉呀，中午就坐火车走了。哦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回武汉了？知道了。接胡处长，巡座请客。对，请调查处和你们新运分会。上次你不是帮了我们调查处一个大忙吗？对了，巡座说了，有家属的晚上都要带着家属啊。看来巡座这是要与民同乐呀。李科长，怎么让你来同时吃饭呀？胡处长呢？胡处长中午有事出去了，不过晚上他一准到。误不了，黄秘书放心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又错过一季，花落无声的叹息。
沉睡的记忆都苏醒，谁似锦的年华刻骨又铭心，却被岁月消磨殆尽。那一双深邃坚定不移的眼睛，历经过多少风和雨，心依然跳不停，才听得清花开花谢重生的声音。还写不下一种牵挂，像一朵飘落凋零的花，我追逐它直到海角天涯，踏过了冬季与仲夏。那一双深邃坚定不移的眼睛，历经过多少风和雨，心依然跳不停，才听得清花开花谢重生的声音。还放不下潇洒，天涯何处是他的家？